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拍证件照啊？刚才最后那个三分球实在是太帅，有没有输给年轻人？嗯，跟你自己比的话，倒还是不太行。以前高中的时候，你打篮球明显直接冲撞很多啊，像现在直接改投三分球了，这明显是体力。 明显是技巧取胜了吗？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嗯，哦，好帅啊！嗯，我好喜欢。 赶紧回家。怎么样，我的证件照有没有美味天仙？嘿嘿。嗯。啊，你让我看一下你的，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帅？我来比一下，谁最好看？这怎么比得出来？ 做对比，难道不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，相同的灯光，同一个摄影师，同一个地点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？要这么严谨吗？要的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拍证件照？ 这就算是求婚了，当然啦，都这么明显了。我就想请问你，这到底哪里明显了啊？所以你就这么轻易的答应他了？哎，你们不会已经领证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我就说嘛，于老师不会是这么不靠谱的人。我们打算下周回去见家长，说是订婚。哎。 我是不是该开始给你策划婚礼了啊？是吧？这件事情必须好好策划策划。这个场地、嘉宾、婚纱还有回礼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现在想想，我头都大了。哎，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啊？想办什么形式的婚礼？日子定在什么时候？这些其实都没想呢。时间的话，下部戏拍完，你下部戏一共就12集。 拍完也就1个多月，1个多月想策划一场婚礼，你到底有没有结过婚啊？